一开始先来看看韩国女子天团 Four Minute 成员泫雅单飞推出了首张专辑，新歌 MV 当中呢 Bubble Pop 远到了冲绳来取景，她身穿白色紧身背心，更小露事业线，火辣的舞姿让这个 MV 首周曝光就在网络上点阅率突破了千万，魅力果然无法挡。曲线和美腿的火辣性感造型，她是韩国女子团体 Four Minute 团员之一的泫雅。别看她成熟的外表下，被号称为次世代舞姬的泫雅，今年才只有19岁，擅长 rap 还有骨盆舞等性感任务，是 Four Minute 和 For Tomorrow 的现任成员。她也是之前 Wonder Girls 的成员之一，但因为慢性肠胃炎，在2007年退出。但疾病并没有将她击倒，演艺圈的表现反而备受瞩目。形容泫雅是越加散发女人味了。继2010年个人的单曲《Change》性感骨盆舞网络爆红之后，今年再度升级，首张专辑《Bubble Pop》MV 公开首周就创下了千万的点阅率，单飞后人气仍旧是相当的惊人。李准大演对手戏，还把乱放电的男友是一把推到了泳池当中。MV 平均每天就有百万的浏览量，泫雅的 solo 性感指数更是破表，让粉丝是大吃冰淇淋。是不容忽视，连日前韩国网站票选的外貌超龄艺人泫雅，也因为长相舞蹈比同年纪的艺人还要成熟性感，获选为亚军。不难看出这位年轻舞姬散发的超级魅力。